警方发现违停机车，骑士走出了超商，一开始看来很配合，没有想到。拔腿就跑的男子让远景有点措手不及，加足了油门追上去。跑了百公尺，他扑通跌倒，但是攻击力十足。抓起交通锥 K 警，还顺手抢警棍。75年次的男子不断挣扎，又叫又踢。男子的行为让路过民众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暴力事件，结果警方把人押至一查，他身上背了毒品和窃盗三条罪，徒刑8年以上。身背三条通缉，包含了毒品、窃盗等等，刑期要接近10年左右。因为躲查器打零工为生的中性嫌犯，体型结实，身手利落。原本是停在超商之外，打算要买饮料来解渴，没有想到违停被盯上。原本的三条罪，恐怕得多了妨碍公务这一条。三立新闻邱少阳、朱雨柔高雄报道。